你不知道是什么叫干的。有同学亲你，哦，打那个表情，表情。小女孩，小女孩女生跟女生聊天，你们相处都 OK 吗？你个人觉得？他对我比较没大没小啦，就是我再怎么样凶他，他好像不太怕我。你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对啊，小孩脸，比较怕爸爸，对不对？对，爸爸半黑脸，我也很像养两个小孩子在家里很辛苦。每天都要斟茶递水的啊，小朋友接送都是我啊，都是你啊，在家里偶尔还会做咖喱饭。可是他比较会跟我讲心事啊，很好啊，对啊，但他比较会跟我讲心事啊。但女儿是爸爸做什么，爸爸都 OK 了，真的，对啊，那一定有偏心的。你是不是啊？就一个嘛，对，啊一个两个共同疼，这没问题的。我来拷问一下他内心世界。哦，嘿，我很细腻的。而且姐姐跟。妹妹讲可能会问得出比较多，对对对，姐妹哈，好，好，你直接问她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的女生是谁？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的，但是你应该不知道她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林妍希，林妍希哦。你为什么最喜欢他？你为什么最喜欢他？因为他每天下课都陪我嘛。哦，我就是跟他培养感情，培养感情，下课会喜欢培养感情。对，以前我一年级开学刚开学的时候很紧张啊，就是他陪你哦，开学紧张他陪你。那你们下课都玩什么？问卷在等于累，半年在久，二十七宝贝。有最喜欢的男生吗？那你有喜欢的男生吗？没有，他一个男生真的喜欢我，有一个男生喜欢你吗？对啊，他太喜欢了，我妈妈会生气。你说他太喜欢你吗？你要生气了？哦，因为他说那个等到我高中的时候想和我结婚，什么？等到你高中在哪跟你结婚啊？你现在要严肃的问他了。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？那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。他常跟我，他常跟我一起，是他想跟你，你不想跟他，是不是？哦。在追了。他长得帅吗？长得有多帅？那个男生有帅吗？喜欢你？蛮帅，蛮帅。那你怎么说？工作怎么有这个人？还在同班同学啦，你看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啊，男朋友长得像谁？那你那个男生又长得像谁？什么都长得像。我想男生男朋友很像。哦，所以他是你男朋友，不想要当你男朋友是不是？啊，你将来长大以后，你几岁要结婚啊？那你以后长大几岁要结婚？你觉得几岁结婚？我是不结婚的。你是不结婚的？为什么不结婚？因为啊，我觉得结婚的话就要分小孩，那都会很痛的。生小孩会很痛，就不要结婚了。那你问他，喜欢你的男生有偷亲你吗？喜欢你的男生有偷亲你吗？他会偷亲你吗？不会。爱上那个男生呢？又爱上大班。你们在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亲下去了。大班，主动亲下去了。怎么有这个？不知道为什么就亲上去了。大班的，感觉到了就要出发。感觉到了我要出发。好，那你问小布丁。你问小布丁哈，你想不想要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？那你想不想有弟弟或妹妹？你想要吗？我不想。你不想？我觉得我撑到那么恶心，我把肚子撑那么恶心哦，这样子很恐怖，是不是？肚子被撑大很恐怖，恐怖不？他关心你啦，对啦，就是撑大位啊，你还不是就这样撑大才出来？没办法，可是你也是妈妈肚子撑大你才跑出来，对啊，怎么办？那可不可以再撑大一个？不要，不要，我可能
跟妈妈说，妈妈，如果我生日的话，就是我妈妈的生命危险。哦，你三岁说是妈妈生命危险的时候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读哪一个幼稚园这么会讲话？哦，有些妈妈就是小朋友生日的时候，他就死掉了。不知道的。好的，好好好好，来来叫一下小布丁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两位请坐请坐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小布丁还算蛮懂事的，懂事，能言善道，哎，他还会这个母难之起，自己生日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妈妈在受苦受难，他还有这么小还有这种观念，这个一定是学校有教，对，应该是有平常都有告诉他，就是说很痛，哎，他生日就是我的母难日，哎，小布丁来了啊，先欢迎，欢迎小布丁。这边 ，Hello， 那么大，哎呦，还有好轻盈的步伐，来妈妈那里坐，妈妈那里坐，坐好坐好，小心，好可爱哦，很可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好可爱呀！大班的时候是不是有同学亲你？哦，大那个表情，大班的时候是你亲他，太戏剧了，是你亲他还是他亲你？哦，不是同班的那个，是别人哦，他是他亲你还是你亲他？他根本就没有亲我，我根本就也没有亲他。哦，哎呦，改口了，改口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但是刚刚有抓到那个脸，有抓到，对哦，露馅了。是怎么样？怎么样亲？是谁？周龙绿。我不知道，你忘记了哈？哎，很活泼哎，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？跳上来，哎，